忍忍，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玩一下我们的忍者必须死哦。那这集的话基本上都是录我们就是那个比较超前的进度啦，因为最近都有东西要跟大家介绍哦。那之后还是会继续把我们的故事剧情给大家补给大家看喽。那目前来说的话，这是泽平剑运势啊，好不好？五个都终极啊，虽逼亏逼，直接亏起来啊、哦。那今天介绍什么东西呢？这个模式的话，相信大家已经玩了很久了。不过泽平最近的话，基本上其实。我比较少在打这个模式啦，不过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基本上还算是蛮好玩的哦，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来打给大家看，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3v3 的这个 PVP 哦。 3v3 PVP 的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而且它算是我们这个就是忍者必须死里面的一个排位赛哦。那这边今天录完之后的话，泽平可能就会来找一些时间来爬一下我们这个决斗场哦，因为泽平基本上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把第一次那个体验的那种感觉分享给大家知道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3v3排位模式哦。那这个关卡啊，这个模式的话，基本上你可以找一些朋友啊，或者找一些就是那个好朋友一起来爬这个排位赛。那你也可以就是跟路人排啦，但是路人的话，当然就是会比较可能没有说那么的称心如意就是了哦，所以这边的话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大家想要怎么玩。所以我觉得这款游戏基本上其实队友还算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平常在打一些我们那个悬赏令的时候啊，其实如果没有队友的话，其实可能会重来非常非常多次哦，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哦。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来打个单人匹配给大家看哦。单人匹配的话有时候也是会匹配到一些好队友了。那这个模式的话呢，跟我们的就是那个竞技场的跑关卡又不太一样。它基本上就是，你会有一张地图，然后那个地图的话基本上会有一些那个金色的鱼哦。那金色的鱼的话，你就可以就是那个拿到那些鱼之后的话，在那个王冠之前啊，你可以跟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人买一些就是我们的卡片。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其实你有一些卡片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就是放上去啊，然后看要怎么就是用这些卡片干嘛之类的。像这边的话都有一些就是什么状态跟忍术能量什么之类的，你就放一些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就是战法，就是忍术，然后你累到我们那个鱼之后的话，你就可以买这些人物，然后在打王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些忍术，所以这是蛮好玩的。然后玩到最后的话好像还有选边卡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款游戏的 PVP 啊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哦。像我们这边的话，这个勇气的这个战鼓啊，如果我们买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帮全队增加攻击力哦。因为这款游戏比的就是，你尽量不要死在就是我们要就是在最快的时间把 BOSS 给它解决掉，然后就是把比对面快解决掉的话，那我们就赢了这样子哦。那基本上其实如果你对地图不熟悉的话，还是非常建议大家还是以活命为主啊，因为你其实打 BOSS 的时候少一个角色的话，基本上就会少很多的战力哦。那这款游戏基本上你越快到达我们就是那个最前面的那个玩家的话，获得的奖励就越大，所以你如果对这个跑图比较有信心或者有研究的话，就尽量赶快冲快一点，因为其实你普通在跑跟你用冲刺跑是不太一样的。那通常高手的话应该就是一开始就会先用冲刺跑，然后现在就是什么先抓一下就是前排的第一个到达我们商店区哦。第一个到达商店区的话好像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奖励哦。那泽平这边的话，我们算是一个新手忍忍啦，对竞技场来说的话，我们也还算是新手忍忍，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慢慢跑好了哦，我们就不要那么快哦，因为我怕我到时候爆开了嘛。因为这关的话，基本上除了我们一些那个障碍物以外的话，基本上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可怕的东西出现。你看我们这边的话，对面其实就跑很快了嘛，对面那个跟我们就跑的速度是很快，完了我们没有过去到前面。这就亏逼了，因为有一些路线的话，它其实那个金色鱼会比较多、哦，所以大家的话尽量去走那个路线，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看对面那两只跑的比我们还要快很多，哎，莫名其妙，有没有？哈哈，那应该就是高手了。所以你在跟那个路人打的时候啊，有时候就是可能会比较麻烦，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就是很会跑这个图的哦，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就是抢到一些好成绩。第二个抵达的话会加100个鱼啦，所以尽量的话就是拿多一点鱼会比较好一点点哦。好，我们先来买这个，然后待会第二场的时候，因为 BOSS 总共就是有两场的，待会第二场的话我们就那个让那个我们的全队加攻击力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我们队友是有封住了那个就是对手的一个招式什么之类的，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应该是可以打出一些好成绩。然后大家会看到就是上面跟下面都有两层的那个血量，一个是蓝方跟红方的。那目前来说红方感觉速度比较快一点点，那人会比较麻烦，但是没关系，冰天雪战给他开起来，有吗？我们这边直接领先一波了，大招开起来就是不太一样了。所以平常的话，基本上你的那个战力那些都还是要就是
累积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点哦。所以像德平最近的话都疯狂在刷一些图这样子哦。来，我们这边先比别人快了，所以基本上我们速度是很快的哦。然后这张卡片的话也尽量要去给它拿起来，因为它好像是有那个就是特殊的一些那个用处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赶快来累积一下我们的那个币哦，因为我们累积币的话，你看这上面的话基本上那个奖励就非常非常丰富，但是上面就会有一些就是比较恐怖的陷阱这样子哦。所以尽可能还是让自己就是虽然要拿币，但是还是要让大家就是让自己就是角色存活哦。存到550的时候呢，我们待会就可以买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全新装的那个。全新装的那个就是一个卡片咯，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可以鼓舞那个队友的。基本上我觉得能跳就是尽量跳哦，因为你这样的话比较快的话，你可以就是拿到比较多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些大字的话，基本上也有观众朋友跟哲平讲，就是说要怎么打他啦这样子。上面那个好像比较需要闪一下，我们现在速度很快，哇，结果我们队友一个死掉但是对面也死了一个啦。所以尽可能的，我觉得如果你对地图不太熟悉的话，就是不要冲得这么快哦。因为其实我觉得活命比较重要，因为你少一个人的话呢，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什么，没有这么多的战力可以去打 BOSS 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这边第一名到的话，好像也是加100金鱼所以跟第二名的话好像是一样的哦。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这是我们的武士先生，我们就帮忙队友加一下这个全体加攻击力哦，这样应该。还蛮猛的，好不好？然后这边的话都有一些就是额外的这些就是战法都可以使用啊，所以我觉得其他的 PP 做的也是很好玩目前来说，我觉得它的那个悬赏令模式啊，跟我们就是那个就是探索忍界那个模式啊，这些全部都超级无敌好玩的。目前来说，就真的是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就是练习一些地图来跑图啊。我怎么队友都死光了？嘿。哦，不是，我们是左边的啊，看错了，右边那个才是那个敌人啊，哈哈，所以敌人都死光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还有两个存活，没有问题。看这场 MVP 应该是我了，拿定了。好，这边基本上还好啊，因为这个的话 ，BOSS 的那个也是要小心哦，因为 BOSS 感觉后面的话那个伤害度是很高的哦，所以尽可能还是要攒一些招式，不要平常打悬赏令觉得那个打知道一下伤害没有什么这样子啊。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竞技场模式，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然后你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卡牌可以选，所以你有后来会有更多一些人法可以做一波使用这样子哦。然后目的就是要比别人快，打完这个关卡，你就可以就是取得好成绩哦。所以这个3v3模式的话，我是真的觉得还蛮好玩的。只是你路人的话呢，你就真的要靠自己的那个实力啦。你看，像我们刚刚的话，我们队友死了一个，其实就还蛮恐怖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好吧 ，MVP 是可以取得的哦。前面的关卡都是会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后面的话一定会比较难一点点。然后每天都会有任务可以解哦。所以目前来说的话，哲平就是比较慢慢在解啦，因为这些东西的话，你都可以那个再取得一些任务这样子，而且你在我们就是那个每日的那个就是每周活跃这边啊，也是有一些是必须要完成这个什么3v3的活动的。这个每周的这个东西的话，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因为里面有我们就是那个各种的宝珠哦。那哲平这边的话比较可怜啊，就是比较尴尬的地方，就是因为哲平一开始的话，我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在阿力身上哦。那我是比较后期才开始练我们的灵啊，所以灵这边的话很努力在冲哦。目前来说，尽可能就是赶快冲到觉醒啊，然后二刀流你就可以拿两把武器，那你就会变得就是比较厉害一点点哦。所以尽可能你就挑一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然后大家可以挑就是。你的武器刚好可以相对应的啊，或是你的宝物刚好是有比较多可以就是跟那个属性有搭配的，都可以用这些来判断就是自己接下来的一些那个角色的一些培育这样子哦。那目前来说这款游戏玩到现在的话，真的还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玩，所以我这几天的话应该会好不好？应该会来厨子大回馈一下，然后把这个造型给他带回家了，好不好？应该是会，因为。其实就给游戏一点点的那个支持嘛，对不对哦？那目前来说的话，礼包方面的话呢，这包啦，家族战问鼎礼包的话，你看1690，刚好可以买，就是刚好可以让我们就是那个厨子回归的造型给我们之后呢，里面还有一大堆好东西哦，比如说3280的勾玉跟我们15个这个金钥匙，然后重点是下面有60个这个水珠珠哦，然后还可以选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S 加的悬赏令跟我们 SS 级的未鉴定这个卷轴，但是 S 加悬赏令目前来说 S 级的关卡我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关啦，所以我也还在
在想说到底该怎么办这样子，好不好？所以目前都还在练习啦。那这款游戏说真的，就是你要不断一直练习，然后打这些悬赏令啊。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我通常都是跟大家介绍完，就是影片才会开始试一下刷嘛。但是前一段时间错过了蛮多东西哦。这个队员奖励次数很重要哦。你每天的话都可以打五张的 D 级的这个卷子，跟 C 级的五张，跟 B 级的五张，然后 A 级跟 A 加的两张。所以尽可能每天都把这些卷子打完，你的宝物才会多。那你宝物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会慢慢的给你可以累加到我们就是升到 S 级嘛，所以你就是尽可能要多打，你才可以就是做更多的这些 S 级的东西哦，好不好？所以尽可能的话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去把这些那个悬赏令打完。你如果打很顺手，或者有一些朋友可以帮忙的话，其实打一关算是还蛮快的了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 3v3 的这个竞技场的模式啦，我是觉得真的还算是蛮好玩的。那大家现在都爬到什么位阶的？你们觉得目前来说最好用的这个卡片好不好？是哪一个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荐给哲平知道。因为我们今天的话是有用了一个那个全新的，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战鼓哦。那战鼓的话，它是能够就是帮自己队友加攻击力的。那刚刚的话也有推到这个紧急回复，也可以帮队友回血哦。所以其实这个的话，跟朋友一起就是讨论一下要如何带哪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招式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还是蛮需要就是去配合或是就是游玩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款游戏每一个模式的话，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这样子了。好，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 3v3 的一些使用的卡牌经过了，或是有一些关于忍者的一些小知识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哲平，跟哲平一起讨论，好不好？那我们继续往后这边了，我是徐片仔，今天喽，大家拜拜喽。